开始啦！哎，我看到碗面，不要那样，不要。
不用太多夸张。不要讲，我帮那个踩到的人说一句话。你们讲了，高明，为什么要惩罚他？好，先喝，你们先喝掉，喝掉，喝掉。停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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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一下。不要，不要。那我们就不要了。不要。他已经喝了这一杯了，他刚刚说了，好像喝茶一样。来，
冻，它是那种手工拉面，好好吃哦。大推，太赞了，大推大推。哦，甜点来了！谁呢？哈哈哈哈哈！快点换手机哦！我跟那个谁，在台中的